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平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，我们的刘申锋，申锋老师你好。平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申锋老师。哎呦，申锋老师好，
今天10月30号啦，本周盘继续震荡，本周的全球股市继续的震荡，只有呢刘胜峰刘老师在这边呢帮助大家，在这边照顾大家，在这边让大家持续的获利，持续的赚钱。哎呦，老师今天盘又继续大跌超过百点呢、欸哦、这一档我们的胜峰刘胜峰股价继续的涨，不止老朋友涨，新朋友更是强强棍火辣辣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手牵手，然后呢一起奔向了外太空。不止胜峰，还有这一档我们的5443的君豪，今天股价一样再创高，恭喜大家，越赚越多啦。赚钱会很难吗、啊？哎、欸，不难呐、啊！我常说我的节目很优质啊，非常优质。你贴着听，贴着听，什么叫贴着听？天天要听，一天听一遍，够不够啊？不够，不够，真的不够、啊。早中晚宵夜加上下午茶，困没可以吗？听一遍。对、欸，你要这样子，五天啊，五波比。太丢、哦！你光看生逢我七月。讲到现在，现在啊，我七月照顾你到现在，阿姆是五天要波比吗？当然了，嘿，五倍五探级哦，再来啦。嗯、其实哈，近期的盘势，我叫你把眼光移开来，放远一点，放远，不要只看一天两天的涨跌，不要看这五天的修正拉回，不要、嗯。我给你一个总结，为什么台币持续强势、嗯，对不对？新台币每天早上都升三角左右、欸，哦，这要告诉你什么？热钱是一直进来，一直进来，这个格局没有变。嗯哼，那虽然指数近期不大好看，但是你要不要像我一样，你稍微用点心去专注一下产业的前景，对、嗯、产业的需求，是、嗯、你一样可以领先市场，买在低档啊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我给你的胜风，好。大盘从七月一直震到现在嘛，啊、我给你升风的时候，股价才130呢、欸，几巴沙，百沙巴沙扣，就是130。天哪！我说过后走过路过一定留下痕迹。为什么？我节目都有留播，通通回去听啊。有的，还有有来拿周报的，通通拿出来做转正啊，对不对？我沿路就是照顾你嘛，所以我说过我130再买、嗯，你来拿周报160你也可以买，当然140你。也可以买，一定的，他就是在160上下晃荡给你买、嗯，是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现在看到了法人、嗯、外资、哦、投信，通通冲出去，冲进去买，有看到吗？哎呦，大家都来 OM 了呢，所以我还不要说我的报告大家抢了，你就看外资是不是在等我的报告？是哦，投信是不是在等我的股票？是哦，不就是这样吗？白话文股价会说话、啊，我不要说我股票多强，你就看现在外资还在大买，投信还在大。大买嘛，同样一档君豪啦，讲君豪，你看看，大盘回落五天，五天，君豪天天创新高，乌啦，同样这一档啊，我是月中的周报送给大家，没错，月中的有来拿周报的好朋友，通通出来帮老师做转正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我是不是让你有上车的机会？当然，我让你不用跟外资抢，没错，我让你不用跟投信抢，不用，你看看昨天外资买了3434张，哇、wow ！给我回去看，你是不是坐在轿上？是啊，早早坐在轿上了呢。天哪、啊，赚、哦、钱会很难吗？好轻松、哦、啊！我们30块买的够低吧？好低呢，30块买，今天36了。莎莎拉，昨天外资才冲进去买3434张，哎呀、啊，不就又再度验证老师的看法？受到全市场的认同吗？大家都来 OM 了啊！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一直 follow 盘？follow 盘盘，我告诉你嘛，你把那个 K 线大盘 K 线打出来。好，哇！我不要讲七月，我就讲这个月，十、月到现在，今天已经最后一天了。没错，十月到现在，今天最后一天，大盘有涨吗？没有哦。但是你看回我的股票，我的股票就是轮流帮你在市场上抢钱。有的，你看哦，我还不要跟你拖远，是。这个礼拜，你光看这个礼拜，太阳能轮流创新高，广运也创新高，有的，生风君豪今天还在创新高，有的，来，我的江湖地位，我是不是用股票帮你奠定江湖地位？有的，江湖地位是什么？就是你任何时间买，通通都是赚钱，创新高就是这样啊，是啊，股票都帮你挂上避震器啊，没错。好，再来哦，我在这里，你看，即便今天大盘回落116点，我还是告诉你，台股是相对国际股市强势的、嗯。那你要知道台股为什么强？其实你把台股的拆解，好内容拆解一下，你就会很清楚为什么。这跟产业很有关系啊。台湾的电子股比重就占比超过60%，大盘啊，对，
好，那你要知道，电子股的比重这么高，其实你把联动比较会有关系的，就是 Nasdaq 跟费半、嗯、是。那这两个指数哈，你把 K 线敲出来看，嗯、它都维持在9月28号的跳空缺口之上整理。嗯、好、哦，跳空缺口之上整理，其实你看回股市，嗯、买盘是相对强劲的哦。这样你了解吗？哦、所以不要单单看一天两天，对对对，你 K 棒一定要比别人会看一头拉股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哦。那再下来，接下来11月，对，其实你要知道，股市里面最怕的是什么？不确定因素啊。没错。那十一月下个礼拜啊就要选完了，那个77岁跟74岁在抢的工作，下礼拜就知道工作奖落谁家，不是这样吗？谁赢谁输了？对啊，74岁、77岁知道哈。哎呀，我那个昨天的图都贴了啦，两个。美国总统在这边吵啦，对哦，好，下礼拜你就知道哪一个抢赢了嘛。好，再加上疫苗最近也要公布数据，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消除，股市不就是要反攻了吗？哎，是哦。那我问你，要反攻前，你要不要准备好？当然要啊！你要记得，行情总在绝望中产生的嘛，而且捞回来，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啊！你想不想知道？哇，老师130带你买的深丰可以飙到现在。想哦、你想不想像俊豪30块轻轻松松很好买？为什么投信外资来抬轿，全部让你坐在轿上？你想不想还要有这种股票？一定想啊、哦！今天、欸，今天我一样保护你，今天我一样照顾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些标股老师看好接下来的产业，现在还没有发酵，是还没有发酵，股价还在刚刚在低档。刚刚在低档，你要不要跟着我们卡位？一定要，趁着近期震荡，趁着近期的晃荡，是不是有便宜可以捡？当然，我今天特别带会员专属的研究周报，而且哦，免费送给大家。哎呦，感恩我们的就是免费老师，嘿，免费送，不用钱，不用钱，因为我的实力不怕你验证，我的股票就是强。是，好，那假设你前面深丰赚到啦，君豪赚到啦，太阳能也赚到啦，那这份周报老师就留给。你喽，亲爱的好朋友，来今天的欧米亚给哦，就是呢专属会员专属的研究周报哦。您在本周不只有的赚，然后在今天又有的拿这份的价值千金万金的会员专属的研究周报，赶快来电索取，赶快来电用抢的哦。未来如何买如何赚，您带回去就知道，标股都直接帮你准备好喽。广告时间就留给您打电话喽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标股周报手刀来抢了吗？标股周报你一定要拿到手，下周要买什么要赚什么，标股都帮你传贺啊，都帮你准备好咯。下周的获利，本周的获利传奔奔啊。今天的欧米亚给就是我们的价值千金万金的会员专属的研究周报，赶快手刀来抢。如果忙线中，你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跟 TG 直接点图连接，一样可以免费得到这份价值千金万金的资料。而我们都知道，老师的标股都是大家争相争取、争相模仿、争相追逐的标的。你光看本周，本周盘是震荡，本周全球震荡，老师给你的标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不仅老朋友强强棍，新朋友更是火辣辣。我们的虎爷这个刘申锋有没有让你赚到发疯？130飙到了238，这一波段75%的股价飙到了238，赚到的好朋友一起来跳38咯。不仅老朋友强强棍，新朋友更是火辣辣，来手牵手一起奔向外太空。包括了这档5443的君豪，本周从30块钱左右附近飙到了36，短短时间超过20%的涨幅，100万的资金变成了120万，就后谈呢。所以下周要买什么，要赚什么，赶快务必把这份标股周报带回去，您就知道喽。标股的 DNA。标股的秘密，台面上不能说的全部都在标股周报，一次跟你说清楚讲明白。想要帮自己加薪的，想要帮自己赚年终的，不用靠老板，把这份标股周报带回去自己来赚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026630320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。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
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股市甜心 Light 置顶，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ght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。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，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，赶快置顶吧！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手刀来抢我们的标股周报了没？下周要买什么？要赚什么？听到老师要送给大家欧米亚给的时候呢，卖萌低价卡，好卖萌低价卡，因为广告时间你再来打。你已经慢了好几步，而且你还会塞车，然后呢电话线全满。来，我告诉你一个 paper， 有加 LINE 有加 TG 的好朋友，在我们的 LINE 跟 TG 一样可以免费来做索取，千万千万不要等到广告的时候才来拨打，因为广告里面你再打一定会打不进来，大家都要用抢的。其实齁，你只要仔细思考一下齁，我当时齁升风在130，嘿，我就送给大家。有哦，我没有盖牌啊，我不像我就说过我不是那么会讲，但是我就实在讲实在做，会员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嘛。为什么我看好啊？我看好的为什么不能买？你升风回过头来想，哇，130元息这么看好，对呀，大股东持股超过86%哦，哎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筹码集中的威力是比原子弹还大。对啊，你现在看到了吗？有，你现在看到投信来台了，你现在看到外资来台了，有，大家都来 ON 哦。那我现在白话文就告诉你，投信外资就是在等我的报告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领先市场3个月，快4个月，带你买升风。现在市场上大家都有，有的常常不是说要一个超前部署吗？当然，超前部署啊，我不止超前部署，我做给你看，我做给你看，我还送给你，哎，有。所以我就说，我说到做到嘛，你要我帮你很轻松啊，做股票对我来讲没有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始终天天我做的事情，我该做的功课就是产业的研究，我该看的就是需求，我该看的报价，我每天该做的功课我就是会做。我认为是简单的事情我重复做，我重复的去帮你找好的公司。在这相对大盘震荡环境下，哎呦，有些股票根本就不跌了，对呀，有些股票就是拉尾盘了，是啊，有些股票就是慢慢的在冒出头，在洗你了。外资一买一卖，一买一卖，你看得懂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常说，指数拉回，别人已经很恐慌了，人家已经下五天了，是。来跟着我贪婪，该贪婪的时候要贪婪。是我常说我的强，我根本不用讲我的强啊，我也不告诉你有多厉害啊，你看我买的股票就好了嘛。是啊，股票会说话啊，标股会让你证明老师的功力啦。对啊，那盘势震荡只是再让你更看得清楚妍希的选股功力嘛。现在市场人家都叫我刘升峰了啊，真的是刘升峰，哎，130的升峰，哎，好可怕，涨到230
八，一百三到二三八，一张就是十万块，是十万，买一百张的就是超过100万，赚超过100万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你有没有办法在七月到现在赚100万嘛？嗯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讲你买十张，你有没有办法买五张在七月到现在赚50万嘛？没有的话，这份资料你就是要来拿，对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再来啊，还有股市千万不要因为短线上的涨跌、嗯、你看法就改变，嗯，这样你赚得到生风吗？赚不到哦。这样你赚得到广运吗？赚不到，对不对？这样你赚得到均豪吗？也赚不到、啊、对不对？那你再来看太阳能好了啦、嗯、太阳能三雄我七月做到现在，有七月八月九月十月，十月咯，我七月在买的时候、嗯、全市场在笑我、嗯、现在全市场认同，全市场冲进去，对，我是不是前面两天的节目告诉你一堆人16块冲进去联合再生，你看你现在给我打开看，你今天迷迷冒冒冲进去的丢心，迷迷冒冒啊，冲下去心很累，冲下去丢心啊，真的是心很累，宝宝心很累，宝宝有苦但宝宝说不出口，所以我说别人在疯的时候、我不会疯、但是我在疯癫的时候，别人。我在疯癫的时候，我就是笑他看不穿。我130在买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追，你跟我说追。现在200带你去买深丰的才叫追。现在220跟你说有深丰的才叫追嘛？哎，老师，那外资也在追嘞。没关系啊，我当领头羊啊，我要的是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外资追刚好一点，投信追刚好一点，全部都来了。我还不要讲外资从今年三月做错到现在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有有有，我节目都讲得很明了，你去前面听。所以我说一天听一次我的节目够不够？不够，你可不可以重复的细细回味？可以。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有依据的。嗯哼。我不是盲目的、嗯、对不对？如果我盲目，哎呦，现在200块带你进去就瞎了吗？真的哦。再来，你200块进去看深丰好了，你现在看也是赚，可是你有没有去思考避震器的重要性？嗯，你200块买进去，你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你都没办法睡了。即便它还在涨，你很难睡，真的。但是你130买进去深丰，现在这礼拜啊，道琼跌了一波1800多点，你很好睡，一觉到天亮。所以股票不就是要这么轻松吗？真的是轻松了，尤其是买在老师给你130的时候，深丰你看多便宜呀、啊！就是啊，而且我也常跟大家讲、我的选股逻辑其实就是产业，从产业下手，长线的产业保护你中线营收，再保护你短线这一两天的震荡，没错、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想一下，也不要说我要说什么，你光看我爱普，我50块就带你买了，市场上谁带你买50块？没人呢，50块股价翻到5-6，股价就是翻出11倍普。你看上半听半上半年的节目啊，对你爱不完是放不完的啊。哎丢，再来亚诺法，我27就带你买的，我的逻辑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我27带你买以后冲到160，用半年的时间冲到160，你值得吗？值得，股价翻6倍，值得。100万变600万，用花你半年时间，老师会耽误你很久吗？不会呢。再来元刚，我14块带你去买，翻到85，嗯哼，股价就是翻6倍。太极更不用讲了，过完年减资，是啊，过年前减资啊，6块钱，翻到37块，哇哇哇！我给你的都是翻3轮以上的，没错，元金买9块啦，安吉我就是25嘛，联合再生7块，讲那么久了，难道你要像上个礼拜大家冲进去，冲进去，全市场都在封太阳能的时候你冲进去？嗯，汤啦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逻辑只有想赚多少由我决定，在股市里面我要掌控权在我身上，虽然我很强势。但是做股票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，是我改不了，没办法。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我不喜欢去，人家在疯的时候我不喜欢去，我就是有孤独的勇气，是我就是在买的时候让人家不想让人家知道，所以那个同业不要来拿，好吗？同业不要来拿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全市场都有深丰，全市场都有均豪了，可是我在给的时候有人在讲吗？没有哦，对嘛？所以投资朋友们，你还是要用雪亮的眼睛看一下到底谁是认真的，好吗？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刚刚提到的这些呢，飙了11倍的爱普，不要飙了6倍的亚诺法，飙了6倍的元刚、太极、元金、安吉、联合再生，这些都是2倍、3倍以上的这些飙股，都在我们的飙股周报里面，在去年度到现在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份价值千金万金的飙股周报，就一通电话赶快来抢咯。那么年终想帮自己加薪的，想帮自己赚年终的奖金的好朋友，不用靠老板，
标股帮你来赚咯，标股全部都在我们的标股周报里面，手刀来抢咯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，我们的刘生峰生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。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咯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老师的标股就是经得起考验，老师的标股选股的功力不怕您来做验证。本周盘震了五天，全球股市继续的震，但是老师的标股就是飙，老师的标股往往都得到市场认同，同业认同，阿力克的 ON 再 ON 呐、啊，大家都来追逐甜心老师的标的，来这档刘生峰，让你赚到发疯的6582的生峰，七月份130块钱左右附近，请你买，飙到了238，今天股价还在飞，还在飙。一标75%，再来5443的君豪，30块钱左右附近，请你买，标到了今天36，股价再创高，短短时间也超过20%的涨幅。老师的标股就是经得起考验，以前是如此，现在是如此，未来更是如此。如果你在去年度，你跟着甜心老师一路验证、一路见证、一路赚钱的好朋友，来。爱普50块钱的爱普有没有让你买在市场前？50块钱的爱普涨到了565，股价翻出11倍。C33的亚诺法股价翻了6倍，原钢股价也翻6倍。太极拉扣，请你买，飙到了37。元晶、安吉、联合再生，这些都是翻了2倍、3倍的标股。所以，亲爱的好朋友。很多人现在给您持股诊断，真的也不需要持股诊断了啦，把你的手中的股票换到甜心老师给您的股票，不受大盘的影响，你自然能够睡得饱，吃得好，一觉到天亮，身体自然好。所以亲老朋友，下周要买什么，要赚什么，甜心老师非常的大心，都帮你精挑细选出来了，标股周报带回去，02-6630-3237，手刀来抢喽，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，华冠投顾。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。02-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。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。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、便利性、服务性、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，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，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。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ne 的置顶，您会了吗？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，现在快速教学60秒。苹果手机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往右滑，出现一个图钉图案。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。如果是安卓的朋友，打开您的 LINE，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，然后长按对话框，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，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。置顶就是这么简单，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，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啦，赶快置顶吧。
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